我先摆好顺序，蒸一下。摆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饱是 Dana， 朱娜，朱娜弟。今天欢迎来到吃饱的年终大会，一年一度刮刮乐，我们自己的年终自己刮。我们今天的预算呢，就是一人2500块，然后自己去选自己喜欢的刮刮乐。这次呢，我们就买了一些新的一些刮刮乐，虎年刮刮乐。然后呢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策略，要拿到最高的年终，看谁下支影片就不在了。那我先从弟弟的策略开始。我就是选有老虎的，因为我就属虎，所以我就看到老虎我就很兴奋。然后他还选连号，对，这是我。不好，刚突然的一个灵感，我就觉得连在一起，感觉中的几率，对，三个至少也会中个一个吧。那你介绍一下你买的？我都是买500块的，然后买了一个金虎奖跟好运爆棚，都是虎年新出的，所以他总共买了5张500块的，没错。那再來就是我就是那种乱枪打鸟型。我就是什么都给他买一下，我就是有买1000块，跟我弟一样都各买一张虎年的，还有买2张200的，也是虎年新出的，一个是鸿运当头，一个是虎来旺，都是200块的。对，然后再因为要凑到2500，就搭配一张超速777100块，搞不好这就是关键的那一张。对，然后我的策略就是我的号码我都是选0几。1几、2几、3几、4几，就都不一样的号码。我测出来就是，要么就买2000的，要么就买100、200的那种。那我买的就是有4种不同的游戏。第一个是2000万，这个我也很喜欢，因为超级红包。你抽到这些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台 BMW， 对，八万直接开走，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个万事大吉，然后66大顺2张是100的，然后幸运777，他总共也是买5张，然后我买6张，然后他买5张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刮啊！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秘密武器，我就是准备了3个10块，就如果这个刮不中，就换这个。好了，从3号开始刮，然后这个是虎来旺200块的，那我先从2张100块的开始刮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好，开始，认真哦，好，认真哦，平常看影片都没那么认真，这个、我第一个就中了，有没有人中了？还没，我也没中啊，这是，我中500了，我这一张已经回本了，再一个300，100，300块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中100。那你也回本了？我超过，我智商200，我中300，我刚好回本。哇，我们三个第一张就都中了。对啊，好棒哦！我发现手有点酸哦。我现在晋级到第二张喽，怎么快？钱比较不好刮，但是我都会觉得钱生钱，一定要用钱。懂啊，你这个道理很好啊。没有，第二张没有中。哦，这张中500。哦，这张就是300块。我真的是道歉哎，应该是要把留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你这捣蛋鬼！目前战况，我现在年终是100块，年终500，我300，至少有钱，至少有钱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二张，我刮那个100块的超速777，我刮幸运777，刮金虎奖，我这个只要刮到一个7就中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七，刮中3个相同金额或刮住一个7。七，再给我一张7啊！没有，我这个也没有哦，好烦哦。还有下一个，好，还有下一个，0707，有，我现在刮鸿运当头，然后这张是200块的。哦，我中100块，为什么才100啊？500中100，奖金来哦，200，哦，你这张100中200哎，对。目前战况300块，哇！跟我一样，我也300。我现在600了，但是他是500。对，我现在有赔哦，现在赔400块。大家幸运777买起来，我觉得他中奖几率蛮高的，因为他幸运777，他这个是100%中奖率，哎，我现在才发现，这个金虎奖啊。难怪我中100，然后幸运777它有超过110,000的700元以上的奖项，哇，头奖是70,000，我又中100块，
但是我都无法帮你开心起来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幸运七七七跟六六大顺应该买幸运七七七，因为它奖项比较多，而且它头奖也比较大。哦，真的哦。哦因为你看六六大顺只有90,000个600元以上，然后幸运七七七110,000。我这个更厉害，超速七七七是超过127,000块，所以要买七七七系列的。对，七七七系列的。我又中100了，这张目前200。祝祝你中大奖！哎、欸，鸿运当头好像有点难中、欸，而且很难刮。那我现在刮200块的万事大吉，好，它有超过120,000个1550块以上的奖项，头奖是200万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这张中500了。回本！哎、欸，我这个鸿运当头是头奖200万，有超过230,000个1000以上的，可是我没有中。你不是那个23万分之1？怎么办？突然有点没信心，再换一个。你花三个就花三个。你这样也不太对哦。我再努力一下，这个金虎奖，你说这一定有对不对？一定有奖。好，那这张希望可以恢复我一点信心。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气在这？我也没中哎、欸，啊，好难过、喔。我这张应该是脏话直接骂出来。小一100块，我觉得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这200块的万事大吉没有中。没关系，你重点是在那张2000。对，好，那我等大家最后一张。我目前战绩还是300块。哎、欸，我这张只中100块，我现在中400块。哎、欸，所以现在中最多的是弟弟，你中多少？哎、欸，他的策略有好像有那么一点手下哎。目前是我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刮500块的好运爆棚。哎、欸，你也有好运爆棚对吧？有啊有啊。他是怎样？就是玩啊，就是。我知道、哦，最高是500万，这个刮到就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500块了，有啊，500哦，哎、欸，这个不错哎，对，好运爆棚，大家记起来，好运爆棚可以买，然后幸运七七七，我觉得也可以买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觉得要买500块，500块好像中奖几率还不错哎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无论如何都会中一手，目前4张中3张。哎、欸，真的有人会刮中大奖吗？我好好奇，大家就是。刮中最大的奖是什么？你不是说30,000哦、喔？对，我没有中过30,000。30,000块，我好像是1000。1000？那你等一下搞不好就超过了。好，算是回本，回本500块。在我目前刮中900块。哦哦，来了。他头奖有2000万跟那个 BMW 休旅车。我的是中奖几率有70%，然后有5个1200万，150个100万。5个游戏。哎、啊，弟弟你的是什么？我就是好运爆棚，好运，然后头奖就是500万。加油加油！大家财富自由就靠这天了。哦，500块。哇，一开始就中了。好，我第二个游戏也没中。翻出，我要用第二个游戏。13。哦，中了！我这张中1000块了。是啊。我这张中1000，我回本了。哎、欸，我目前都还没中哎、欸。没关系，还有，我就是500，你就是500，好，嗯，我要把我的钱币用淋漓尽致。你们的号，哦，幸运号码在这，25号，哎、欸，22，哎呦，啊，这张就1000块，这个是要怎样？我的钱袋要大于对手的钱袋，好，小鱼是怎样？不会不会，还有一个是最后一个，哦，好紧张哦！要1号跟6号，哎呦，我们是六号，好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没关系，我有中，啊、哦，你有中，吓、哦、死我了，1000块，哦，吓死我，又还有，对，要对中。有啦，有1000块，有一千。那你的战绩是？总战绩是怎样？1300，然后我是2500刮中1900，啊，我是2500刮中1600。哦，你是多少？1300。以些微的差距。差距。跟你说，我们这样三个钱币是不一样的。嗨，我刚才那里看。
看超久，想说我今天就是财富自由的第一天。那大家发表一下感想好了，好，你先。我的感想就是谁运气好，谁就刮比较多。而且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战略可言，好像没有，好像没看运气。那你觉得哪个好玩？有吗？还是你觉得你的都差不多？我就只有两种哦，我觉得两种差不多。可是这个100%的，其实会给你比较信心、大的希望。哦，我觉得好。那你呢？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运气啦，然后我觉得1000块我一直都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我觉得1000块中1000哦也是回本。然后我刚有一个中超过的是这个虎来旺，因为它是很简单才200块三区的游戏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那结论就是有中奖就好玩。对，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幸运777大家可以买。我之前都一直买幸运777，我觉得它中奖几率蛮高的。嗯，这个的话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看运气，这张很看运气。但你有中一半啊？一半算二奖，因为真的有0块，你买两零块你会很绝望。什么叫绝望？因为你花2000块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觉得以后可以发现金就好。真的。财富自由了，对，好像有点难欸。对，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尾牙刮刮乐时间。如果大家在新年有刮到什么刮刮乐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。那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刮刮乐中奖，中大奖，一定要。那记得订阅吃饱，让我们一起幸福的吃饱。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